不要意外。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 Polina Agapanova。 好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2010年的女子单滑世青赛铜牌获得者，来自俄罗斯的亚加佛诺娃。她的表演曲目是来自俄罗斯的民歌小贩。今年的世青赛女单项目铜牌获得者，俄罗斯选手，今年只有15岁的亚加佛诺娃，她的教练就是1994年冬奥会冠军获得者乌尔曼诺夫。在今天。